演员许光汉凭借着精湛演技和帅气清新的外貌在韩国走红，就连南韩影后高贤廷也表明很喜欢他。两人日前在日本东京意外相见，影后还难得展现出害羞的模样。而另外一名演员林柏宏最近在纪录短片当中则是展现超强的外语能力，也让粉丝们相当惊艳。一听到许光汉到达，南韩影后高贤廷马上害羞躲起来，可爱模样让现场人员全笑翻。飞机门，许光汉笑得灿烂，亲切走向高贤廷，对他打招呼。两人一起受邀到日本东京参加品牌活动。就在高贤廷和品牌方透露自己喜欢许光汉时，没想到本尊突然出现，这段画面全被录下来。网友纷纷留言表示高贤廷好 Q， 许光汉真的是魅力无限，而红到海外的还有他。I was totally shocked when I got the invitation for hosting the ceremony. I really wanted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 but I was also very unsure whether I could do it or not.影片中，林柏宏用全英文侃侃而谈自己担任金马奖颁奖典礼主持人的心路历程。林柏宏这回在原创纪录短片中展现超强的外语能力，畅谈17年的荧幕人生，让粉丝好惊艳，大赞林柏宏多才多艺。而除了台湾男神红到海外，这位南韩男神则是虏获台湾粉丝的心。南韩男星安普贤唱着《梨泰院 Class》主题曲帅气登场，全场为他热情尖叫。安普贤来台开见面会也吸引不少粉丝朝圣，宠粉的他甚至安排绕场近距离见粉丝，一个一个比爱心，台下粉丝全融化。接到我的。